Hello，大家好，江江。今天我们的名字之后又更新了，这一次呢出了一个八人小队的禁区夜行哦。那因为这次第一次玩啊，完全不熟，我先加一下，打一下这个药啊。OK，那一开始的时候跟我的小伙伴呢在集合这个圈圈，等一下我先补一下弹药哦。因为我的枪呢自从打了高效之后，几乎都快坏光了，只剩下一点点的。好了，我们就直接进来了。康斯坦丁呢说，我们要直接前进哦，前往这个废墟的深处附近哦。那我不晓得这个魔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？光看照片是觉得好像是一只乌鸦吧，但是它是有两条腿的。那我看他们都拿着这个喷火器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拿这个。那有怪物出现，一团黑黑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哦，有乌鸦飞过来是吗？魔鸟。我是要打迷雾，我先把鸟干掉，连打都没打到，哦，才100多而已啊！所以要先打迷雾啊，迷雾散掉之后再打小鸟，哦，那个王就出来了。等等，这是警笛头的乌鸦王是吧？OK，等一下，所以王在哪里？哦，在我后面，哇塞，好大一只啊！为什么我打他的身体才300多而已啊？那为什么？那，哦，伤害240几耶！先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回一下盾呐、啊，回一下盾。哎、欸，好高啊，好高啊！哦，它是大范围的。哦，我被踢飞了，对吧、啊？是这样。我救不了他，救不了他，救不了他。我先跑，先撤了。打这个王呢，有100%的那个。标号哦，看到范围了，看到范围，红色圈圈，哇，这范围有够大的啊！所以我打他身体才多，哎，等下我看到暴击有到900，闪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哦，红色，够大范围啊，打他头有900，这伤害可以，怎么觉得都是我在打？炮枪，哎呀哎。有人说好痛，到底穿什么装备？这散弹枪都快坏了，站着给我打就对了，蛮容易的啊。哦，是什么？噩梦嚎叫是什么？打断技能可以干嘛？先补一下弹药。人呢？人呢？变了，放下去了。哎，为什么变红色？召唤什么？人类？什么小怪物？为什么突然出现啊？他直接爬我身上哎！为什么这样？我再扒一下就倒了。好，时间到，赶快回复一下，回复一下。哦，很扯哎！不过他回复马上就回血，然后加上那个护盾哦。哦，这怎么又有迷雾是吗？还要分裂啊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人呢？哦，两条血是怎样？两只怪，一颗头就对了。哎呦，他过来，他过来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！到底是怎么打我啊？范围技能很大，就对了。赶快闪避！这还是普通的哎，不是那种极限噩梦模式哎。可以，跳射炮枪。结束，快结束了。分裂要合体了是吗？我来打他，要炮枪了！哎呀呀，哦，合体了！哎呀，嚎叫了啦！哦，嚎叫一次300多，
终于他倒了，哇塞，好大只哦他！我第一个呢，我居然在第一个，这当然要分享一下啊。对啊，我的伤害最高哦，是吗？还有0%的是怎样？好，各位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喜欢这个游戏呢，赶快去下载吧。明天之后，那这次更新呢，出了很多东西啊。它出来就在101了。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